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共同大声说出台湾生日快乐，甚至还有高唱生日快乐歌，欢庆即将到来的104年双十国庆。台湾生日快乐！俗话说，输人不输阵，外国朋友都大方的献上祝福，科技业的员工也不甘示弱，准备迎接连续4天的双十节假期前，同样也拍了一段祝福影片。但是国庆连假不是只有3天，为什么这些员工的假期却有4天这么多？其实这一次公司还是一样，是花了将近8万到10万块钱的薪资发放给同仁。同仁们可以用提早的时间，然后返乡，然后避免塞车、人潮、车潮，连续假期4天，给我们员工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，去办这个活动，来大家好好的庆祝一下台湾。去百货公司周年庆逛逛，然后促进台湾的经济奇迹，这样子。原来这家科技公司有少部分外籍员工，为了让这些外国籍员工也能感受中华民国生日的欢乐气氛，因此特别举办，只要自拍祝福影片就放半天假，最后总共募集104位外国朋友的祝福，成功提前放1天假。业者希望借由活动凝聚士气，让员工能努力工作，开心放假。凯波大台北数位新闻郭子铭采访报道。